就是先自主的一片的。烤肉品种还挺多的，可别一开始就炫饱了。沙拉和前菜是自取的，这边是甜品，还有我爱的火腿和芝士萨拉米。火腿有没有人爱吃蓝本的？给自己吃吧。哎，再来点生食牛肉，炸茄子，热菜其实都是好吃的，肉太多了，浅尝一勺吧。这个巨好吃，还有这个布丁，糖水香香，都想要了。吃肉吃肉，这个小牛的牌子，绿色的就是继续生肉，粉色的就是吃饱了。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份肉，瘦肉的非常多汁，然后外面那层烤的脆脆焦焦的，哦，那个好吃。那两块，看你看那个肉，好多汁水的样子。生食牛肉中间会有点粉粉的颜色，嗯，算是半熟的，就非常的软嫩。哇，又来吃肉了！这所有的肉都是现烤的，然后会有店员拿着烤好的肉到你桌子旁来现。饮料也是自助的，而且这儿的服务员颜值也很高，上脑是这种偏瘦一些的，汁水还是很多的，就是非常的有嚼劲儿。甜品，哦，那个巧克力慕斯真的好高，巧克力蛋糕。它是偏重油一点的那种，但是很细。这是什么蛋糕嘞？嗯，哇，这个好甜，这个布丁巨好吃。油滋滋的羊排，这个烤的真的很嫩。要开始我的奶酪大餐了。等了好久的烤奶酪，蒜香法棍吗？这个真是难闻，没有好奇的可以来挑战一下。后来我发现沙拉区还有一个奶酪，我真的太期待这个了。哇，烤菠萝解腻神器，说什么来什么。脆脆的水分特别多，感觉特别好像撒了糖，还能嚼得咯吱咯吱的。你们可以看一眼左下角的团购，欢牛比价。没有走了，上了那个牛胸肉。